那么第二点呢，顺逆的根在孝敬。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就在讲顺逆，孝顺父母，忤逆亲长，他的根在孝敬，顺逆根在孝敬。那么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是四出世间大圣大贤教我们的根本。随顺法性，随顺道德仁义礼，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也在这个地方圆满。孝敬达到圆满就成佛。我们可以这么说了，佛家的教义彻始彻终就是孝敬而已。所以你看佛陀说法49人，讲完法华经以后，最后三个月入定，到道立天宫为他母亲摩耶夫人说地藏经。地藏经呢，就是佛门的孝经，就在讲孝跟敬。那佛陀告诉你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说成佛的法华，到法华会上的时候，佛陀叫你入一佛圣。一佛圣是什么？佛以大士因缘开示误入众生佛知佛见。所以佛家的教义呢，他从头到尾就在讲孝敬。所以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则礼敬诸佛，他把敬摆在第一个那第二个称赞如来，那佛将孝敬扩大，这一经里面常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把孝养父母扩大了，扩大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一切众生情理无情，皆我善之事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很多人读到这一段说，佛陀在开悟以后，佛陀讲说情理无情同源种智，我们也许不能够去领悟到这个道理。其实不仅是有情会说法，无情也会说法啊。我们常举一个例子，有名延寿大师有一次在经过一座桥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人，他也有人说是丢一个石头到那个河里面咚一声，那也有一个说法说有人在劈柴，在劈柴的时候，刚好劈的时候呢，那个木块呢掉在这样咚一声，有名延寿大师经过以后咚听到这一声，听得很清楚，他当下豁然顿脱，他当下顿悟了，说了一句开悟的记忆非常有名，破落会他悟，众恐不是尘，山河极大地，全落法王身。破落会他悟的意思是说，难道是那个石头咚一声，还是那个木头这样劈下去咚一声，你才开悟的吗？那你平常走路经过那么多次人家丢石头，你怎么没有开悟呢？那天天劈柴，你不是天天在踢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开悟吗？时节因缘还没有到。所以九修百千劫，悟在刹那间，那个时候豁然顿脱，契入了。见性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平常为什么没有发现？
六祖大师说了：“日用而不知。”啊，所以不落灰他物，这不是因为那个石头或是那个木材动让你开悟的，是你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你那个闻性听得很清楚啊，你所是用根啊。有明说，他是当下那一刹那舍是用根，他是用什么？他是用根性，他不是用文饰，他用根性文性。什么叫文性？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像是啪一声，你听到啪一声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没有在拍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们众生都是迷在向上，迷在生成，迷在向上，迷在生成。哎，你没有拍啊，我就没有听到啊。不是，你的闻性也有听到，听到一个什么没有拍出的声音，这样过就听懂了。这个闻性一直在起作用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这个佛性，佛永远没有离开过你，是你迷而不知，是你日用而不知，他天天跟着你，一直到你这一辈子你的寿命截止离开，他还是跟着你。你还没有脱胎，那还是跟着你来，你也不知道，你是带着业力而来，又带着业力离开啊。那个业力是什么？自性明了以后，真如变成阿赖耶识，变成神识，变成业识。这个业识里面含藏无量无边的善的种子，恶的种子叫善恶之业。这个善恶种子还有无忌业，在唯识学里面讲叫无忌，善恶无忌。善的种子，你就到三三道去投胎。恶的种子就到三恶道去受报，受苦报，如此而已啊。等到你哪一天你能够做到慧敏将军在追那个衣钵，六祖大师跟他讲的那句话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知你麻死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你什么时候跳开善恶对待，你就起辱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碰到任何境缘的时候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当你每天眼睛在看耳朵在听的时候，我现在慢慢我自己在学习啊，学习什么？就是你不要马上反应，你反应出来第一个一定是习气，冲出来那个第一定是习气。当然老法师说第一念是真如，但是第二念呢马上变成阿赖耶识，你是根本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个一谈有多快呢？老法师说三十二亿百千念，一谈只有六十个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个生命，这是早期老和尚的说法。后来老和尚又说三十二亿百千念320兆，你怎么会发现呢？所以你看到任何东西，听到任何东西，不要马上反应，那怎么办呢？观照，调整心态，调整心态，转念，这叫佛经上叫转念。所以我们碰到任何逆境来临的时候，或者顺境，不是只有说光逆境哦，那个顺境也是一样，都得意啊，很顺利啊，你要有关照。逆境、困难、打击、挫折、嫉妒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把自己的心当时马上跳开。怎么跳开？就放下，就跳开嘛。你不放下，当然不跳不开啊。你暂时先跳开。跳开执着，避免对立。跳开执着啊，你不要一直锁在那个地方，锁在那个地方是锁住轮回啊。你跳开执着，避免对立。所以有明说大师听到这个书的嘣一声，木材咚一声，就是扑落，扑落就掉下去了，扑落一声，不是去外面找那个声音呢，我的闻性呢？我的闻性在哪里？
我的见性在哪里？在眼见色哦，闻声的作用里面去找，它的作用上。二祖慧口大师见达摩祖师说：“弟子心不安，他断臂求法。”达摩祖师说：“你想求哪个法门？”二祖慧口大师跟他讲，他没有跟他讲说：“我想求禅宗，或者我想求净土法门。”他没有说，他说：“弟子心不安。”达摩祖师说：“将心来，我为你安。”结果二祖慧口大师找不到心，他说：“啊，对，心在哪？这米心底了不可得。”在找心不安那个心，心底就在里面了。你放下诸着，就找到心了嘛。结果达摩祖师说：“我已如安心境，就是我帮你安心安好了。”你看那个禅宗师徒在对话，的高来高去的，在一棒一喝里面就完成整个佛道了，哈，完成整个传承了，这样叫印心了。那禅宗实在禅宗讲起来不是我们这种根气可以学的，那善根立志的非常不简单了。但是默写对金刚经跟六禅经很有兴趣啊，我在佛陀教基金会啊有讲六祖坛经，老法师也讲过六祖坛经，希望将来有一天呢，我会各位讲六祖坛经啊，但是以我们净土宗就是讲净土经典啊，反正印祖如果是印祖的标准，我不准你写六祖坛经啊，他这一句佛话吃到底啊，你去看印光大师文钞，你要是超过六十岁再去问印祖说我要读哪部经呢、啊？印祖绝对不准你去看大经的，印祖这样说是对的，因为时间来不及了。日暮途远，念佛最好。年纪大了，念佛最好。那我在基隆净宗学会呢，有讲过《金刚经》，没有人教我，我只看老法师的弟子简宏宏老师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我就会讲了。所以我对《金刚经》很有兴趣。各位也许在看我在各位跟各位报告这个感应篇汇篇，我常常引用《六祖坛经》呐，《金刚经》呐。这讲实在，我的阿赖耶里面呢、啊，也有这个种子啊，我很有兴趣啊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那个过去生熏习的这个法缘嘛。所以永明延寿大师这一句记的，不能为贪污，众红不是尘，山河及大地，全入法王身，所有有情无情都在为你说法。全入法王身的是法王身的意思是说。一精通，一切精通啊！一切万法清净本来，作遍法界啊！简单讲就是这样，清净本来，作遍法界啊！欸，就是什么？本来就是常寂光净土，本来是一真法界。因为迷悟的不同，造成殊胜跟六凡。对佛来讲，是圣还是迷？啊！但是对六凡来讲，是圣，他们已经走上觉悟之路了。所以，刚才是提到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讲，一切众生其理无情，皆我善之事。我特别把这样我个人的一点小小领悟，向各位报告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善知识，就是老师。所以永明延寿大师那块石头算不算老师呢？那块木材算不算老师？老师啊，不但虚空法界一切有情众生是我的老师，无情众生也是老师啊。这就是把孝亲尊师讲到究竟圆满了，讲到究竟处了，我们能把这一件事情搞落实了，事情落实了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
认真努力去落实，还没有达到圆满，这个人叫菩萨。落实到究竟圆满，这成佛啦。违背这个教诲，这个人叫凡夫啊。所以你懂这个道理，你对物品要不要恭敬？你桌子把它排好，你把椅子排好。你看我们办万能念佛，我们在今年3月31号到4月2号在南港展览馆办第三届2017年的万能念佛，那殊胜的不得了，比前两届还好。哎呀，很多人感动，很多人流泪啊。虽然我们场面没有前两年大，可是那种殊胜超过前两年，因为我们第二天加八关斋戒，第三天加一个37殿，哎呀，那个磁场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，太好太好了。现场只有一句声音，阿弥陀佛。所有包括海内外参加的每一个离开都跟我道谢，我说不要跟我道谢，跟阿弥陀佛道谢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法喜充满，活人都这么高兴，那不要说是幽冥法界众生啊。我们网络排位啊，网络登记的排位有18万啊，我们全部都是免费布施啊，不收半毛钱啊，我们也没有公布账号啊，我们没有公布银行账号，所以真诚心供养啊，法供养，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，这就是法供养，大家发起充满，那是真正的法供养。那为什么注重殊胜，就是真诚心啊，把孝敬落实啊，我们办万姓先祖、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祭祖大典，我们今年特别成立孝廉祭祖团，因为我们以前是向华藏净宗学会借的，连续借2年，我们自己成立祭祖团，我们只有新年6次就上去了，结果表演得非常的出色。本来祭祖的时间按照往例都是60分钟就可以走完，他们走了80分钟还没走完。我跟童校长急得不得了，跑到后面去跟他讲：“快点，快点！”祭祖团那前面那个走在前面那4个提那个灯跟香炉的，他说：“我们不是快啊，我们快不了，为什么？这祖先叫我们慢呢、啊？老祖宗叫我们慢呢、啊？为什么慢才会庄严呢、啊？快就不庄严了。”他说：“真有老祖宗的加持。”他说：“根本你走不了，快不了。”感念道教，老法师讲的没有错，自诚感通。所以我到香港跟老和尚报告，我们5月底以前就会把今年的2017年的祭祀大典、万人念佛，还有37殿跟八关斋戒那个完成的袋子会公布出来，非常的殊胜，你们可以在我们孝廉文化网络电视台里面收看，真的很殊胜，没有办法形容。所以那个法喜从信德流露出来。那么第5点呢？老法师说，我们读经，读经。那么经呢，不是只有在念跟诵，我们大家都会读经啊，读《无量寿经》啊，读《地藏经》啊，读《金刚经》啊。老和尚说，经不是只有会念。有些人不喜欢读经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经不用念了，你念给活菩萨听，经是活菩萨说的，你何必念经呢？”这也错，这叫邪知邪见。念给活菩萨听错了，在活菩萨面前读经是干什么？老法师告诉我们说：“修孝敬呐。”我们这一段经文在谈什么？气顺孝逆，背经向书，也是孝敬啊。这8个字啊，事实上就是讲孝敬了、啊。那现在就讲不孝不敬了、啊、哈。第一个不孝，那第二个不敬呢、啊？这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，是不孝不敬呢、啊。所以老法师说，
我们在活菩萨面前读经是干什么的？孝敬呢、啊？修孝敬呢、啊？如同活菩萨在我们面前呢、啊，我读经是要接受活菩萨的教诲啊。如果我真听懂了，我就发心去做，我真发心去照做啊。从哪里做起？无量寿经真正是圆满到极处啊。怎么做？第一句，无量寿经的第一句跟你教，显供尊修普贤大智之德。那普贤十大愿我们都是会背。我们讲第一个叫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。你就光讲前面四个就好了，后面不用说，你就光讲前面这四个。礼敬诸佛，礼敬诸佛不是只有对人礼敬诸佛，对一切众生都是礼敬诸佛。你对蚂蚁也是礼敬诸佛的，你对亲人也是礼敬诸佛，你对恶人也是礼敬诸佛，你对亲戚也是礼敬，你对疏远也是礼敬诸佛，那就平等法界了。所以显供尊修普贤大智之德，他是修平等法。我们如果真的十大愿望，只要你第一个礼敬诸佛做到，那不得了啊！那会跟信德相应、啊、那孝敬你也做到了，你就不会跟任何人有起冲突，不会跟一切众生结恶缘呐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办活动？比如说办下来，这个师姐跟那个师姐吵架，这个师兄跟那个师兄不和，你没有礼敬诸佛吗？有些人不恭敬出家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你不能够真正落实无量寿经，也不能够做到显供尊修普贤大智之德。所以老法师说他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，没有错啊。经文一展开就介绍听众、声闻众、菩萨众、在家菩萨众、在家菩萨众，介绍完毕以后，第一句话就跟你讲：显供尊修普贤大智之德，每一个都要修。所以净土中修什么？这不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你对父母不孝，对尊长不尊敬，你怎么显供尊修普贤大智德呢？啊，第六个，从哪里下手呢？善护口业不及他过，善护身业不是利，善护意业清净无染。这是教我们从哪里下手，是三个地方：身口意下手。那老法师我们也讲过好几次，老法师说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摆第一个，佛陀把它摆第一个。那为什么摆第一个？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。那口业从哪里做起呢？老法师有讲过，不去了解别人的是非过错，不去打听别人的是非过错，不去说别人的是非过错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修习。所以三力三护三力，把口业放在第一。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动乱？大家都不懂得善护口业，造业，身与意都在造业，最容易造就是口业。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不说身口意呢？他说口身意呢，在无量寿经里面讲是口身意哦。我们如果能够守住不失利益，利益就是法力。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一生不做犯法的事情，遵守国家法令，遵守社会的风俗习惯，这是道德的概念。我们一切都不违反，这个人是好人。啊，那么善护意业呢，清净无染。啊，经典一开始呢，就把修习的纲领告诉我们，身与意到最极清净之处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气顺孝逆呢，背亲相疏呢，事实上也是讲孝跟敬，啊，不孝跟不敬。